参加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海内外客机人士1000多人。今天上午，由恳亲大会筹备会的主任委员翁前率领，分别搭乘20多辆游览车，到达新竹县新浦镇的宝中义民庙。他们在参观义民庙的时候，新竹县的县长林宝仁和翁前两个人曾经报告义民庙的修建经过和客家义民奋勇抗暴的义勇事迹。这些客籍人士今天也以客家的风俗祭奠了为国牺牲的义民先烈，以发扬先烈们的义勇精神。